关于这个观想啊，今天晚上要灌顶的这个观音生坛城习斋法，这是再一次坐忏拜忏的时候啊，观世音菩萨亲自指示的啊，依照这样子的观想呢，可以免除很多很多的灾难，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啊、灾难啊，都可以消除的。那么他的修持方法啊，有观想图，还有这个咒语。那已经莲汉上师已经把它整理出来。这里面有以前我讲的这个咒啊，是 Om Mani Padme Hum， 是可以念这个咒，也可以持。千手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啊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是南无三曼多摩多兰瓦日拉丹摩舍啊，这个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心咒。因为 Om Mani Padme Hum 这是圣观音的这四倍观音的这个心咒，两个咒语都可以用。那么它的观想是这样子的，这个莲汉上师把它画出来，那么是由自己的身体种种去变化了。那所谓呢，这个变化呢，第一，正佛行者观想自己的陀华聚起来，变成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在坛城的最上方，观想全身的皮肤化为坛城的宝盖。把眼睛观想成为明珠跟钻石镶在宝盖上，把鼻子观想成为宝石镶在坛城的第二层，把牙齿观想成为璎珞挂在坛城的第三层，两只耳朵观想成一对宝幡，上写 Om Mani Padme Hum 或者是南无三曼多摩多兰瓦日拉丹摩舍的梵字挂在坛城的两边，在观想最底下一层是行者的脚底化为轰轮，行者的密轮化为火轮，在轰轮之上行者的迹轮化为水轮，绿色的，在火轮之上行者的心轮化为土轮，是黄色的，在水轮之上行者的脊椎骨化为西弥山，是咖啡色的，在土轮之上行者本身坐在西弥山之上，全身毛细孔放金色的光，持观世音菩萨心咒或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入以禅定之中。这样子的观想呢，可以避免种种的灾祸，如病难、磨难、人难，一切的凶灾横祸等，获得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垂示护佑。你印这个有印出来吗？这个都印出来了，还有他的观想方法都印出来了。哦，这大家也可以跟他请，是不是要通通要跟你请呢？你有没有2000张啊？哦，庙里面也有，好，庙里面也有。它这个观想方法是这样的，而且有颜色的，这个轰轮是蓝色的，火轮是红色的，水轮是绿色的，土轮是黄色的，西弥山是咖啡色的。啊，这个是这个观世音菩萨亲自啊在拜忏当中给我指示出来的。那么由莲汉上师本身把它整理出来。